现在在桃园机场，我们昨天经历了一个菲律宾航空的班次整个被大改，然后我们临时买长荣航空，然后改飞到树屋，等一下要搭船。祝我们今天旅程一路顺利，这是我们要飞往薄荷岛的第一天。上飞机了哟。我的位置竟然在最前面的，也太好了吧。千辛万苦啊，小狗狗还会闻。竟然有人买到我以前最喜欢吃的爆米花，而且我都可以自己吃一包哎，它其实热量还蛮多，而且还有很多口味哦。这是树屋的码头，我们即将要登船。晚餐看起来很丰盛，有鱼有鸡，然后也有烤猪肉和螃蟹。家里给他来个特写。 Tonight dinner is lechon. It's a famous Philippine food.这来到薄荷岛的第一餐就吃烤猪，太棒了！还有这个啤酒，这个是脆皮的，一定要收音一下哦。十点关餐厅。They'll be open at 6:30 a.m. to 9 p.m. Okay. And then the live departure usually we starting here at 8:30 to 9. We did not say exact
time because sometimes the other also very late to come out. 开箱我们的房间，这是我的室友佩文 ，Hello， 他人超好，还跟我睡大床，那我要给他一个枕头，感谢他。坐吉普尼去阿罗纳比区玩哦。巡逻车哦。警察啊，这个还是警察巡逻车哟。晚上潜完水吃饱饭就来阿罗纳比区这边逛逛吃吃饭，你们不要驻足在那里哦。有啊，八街这边有卖鲍鱼、海胆，什么都有。昨天我看到鹦鹉螺也蛮 shock 的，海鲜船。海胆鲍鱼，海胆鲍鱼，鲍鱼，耶！鲍鱼 ，baby 虾 ，baby 虾 ，baby。海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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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？五百。鲍鱼。来不及拿到的海胆，海胆。可以吗？准备满满的，准备满满的，太值得了。哇塞！哇塞，海边喝杯小酒吧。哦哦哦，好看吧。全部放在这边就会了。都干不错。橡胶干。对，你那里的橡胶干。他的鸡翅长得很神奇。这个双条车来载我们了，我们刚刚去马萨吉。
体按摩，哦不，全身按摩。算是录影，是拍照。是录影，好。你喜欢潜水吗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“宝贝去旅游”，不定期的上传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无论是潜水、旅行，或者是美食，通通都在“宝贝去旅游”。